TDG 九尾的光头照曝光了，看上去像是金蝉的新皮肤。大家都知道九尾去参加了亚运会集训，并且和 Fly、一诺、无畏以及阿豆同队。前几天九尾发了一条动态，不留遗憾，当时就在评论里面放了一张剃头照片，不过只有一点点，粉丝们很难接受。这次是正面照曝光了，估计又有不少粉丝要心碎了。九尾的颜值是不少粉丝关注他的原因，为韦诺三大顶流能有这么高的人气，也都有一定的颜值因素。九尾此前也留过短发，不过没有这么夸张，这确实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了。除了九尾之外，其实还有不少选手和主播都尝试过光头，最早像是 Cat 就尝试过光头的造型，不得不说颜值比有头发的时候还是低了不少。本赛季老干爹大鹅的新人射手决议也曾削发明智，看上去多少有点愣。好奇小子狂人也因为狼队没夺冠剃过一次光头，当年 WE 的中单道格然也有过削发明智的经历，不过颜值高的选手即便是光头也还是挺帅的。主播圈子这种剃头就更不少见了，国服关羽明眸就曾直播剃光头，买子哥明凯也剃过光头，但难以接受光头的造型，后面戴上了假发。最近亚瑟新皮肤上线，明凯还和亚瑟王约战冲分，相互嘲讽了一波，要是能再立个光头 flag 就有意思了。总的来说，光头造型对于颜值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，但职业选手和主播不同，还是成绩说话。对于九尾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能打好比赛吧。